各位精灵训练员，大家好，大家捉到湖北未呢？相信大家睇开 Pokemon 嗰个官方网站，就知道湖北好拉油同乌贼王都会喺9月推出嘅。咁大家知唔知湖北系边个呢？湖北就系左边嗰只，右边嗰只就系好拉油。好拉油咧就可以进化成呢、這个。乌贼王嘅，但系倒转宝可梦乌贼王咧，官方网络讲咗啦，9月8号10点至9月13号夜晚8点先开始嘅。但系咧，大家都留意到啦，湖北其实已经有人捉到啦。好啦，咁睇翻咧。大家嗰個任務嗰度會唔會同一樣呢？就係棘住喺呢個為野生超能力屬性寶可夢拍攝3张 Go Snapshot 照片。咁大家知道野生係乜啦？你自己已經捉咗嗰啲寶可夢超能力嘅影相咧。就唔會計數嘅，而係需要你喺野外見到，然後同佢影3张相嘅，自己嗰啲係唔屬於嘅。好啦，無啦啦邊度揾啲超能力呢？咁官方網頁都提過啦，海西、催眠蒙、哥德寶寶、單卵細胞呢啲超能力咧，喺野外出現嘅機會。會提高的，甚至可以見到小灰怪和好拉油添嘅。咁另外咧，除咗周圍揾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打團體戰嘅。咁佢哋都話海星星啊、風鈴鈴啊、銅鏡怪啊、妙咪啊、好拉油嘅一星團體戰出現。阿羅拉雷翁果然翁啊，黑雷姆。巨金怪就喺3星團體戰出現，洛基亞亦都喺傳說團體戰出現，超級外殼獸超級團體戰出現嘅。好啦，講呢啲名字大家可能唔記得嘅，咁我就俾大家睇翻啦。呢啲咧全部都係超能力嘅。精灵或者是宝可梦的外壳兽，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催眠蒙黄色那只，还有果然翁啦，洛基亚都是超能力的。另外他刚才会出现的是什么呢？风铃铃是不是这个铁哑铃、巨金怪啊，这些都是超能力的。哥德寶寶是吧，单卵细胞球、小灰怪。好了，希望大家早点捉到湖北和机会爆，开始就捉这个好拉油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进化成乌贼王的。不过要提提大家了，我们最难过的关就是为野生超能力的属性宝可梦拍摄3张 Go Snapshot。 咁大家在野外见到或者在团体战的时候，记得就算你打赢了，记住跟他拍3张相之后捉他，否则你捉了他之后再拍相，就不算是野生的宝可梦，你又要打多次了。好了，希望大家早点捉到湖北啦，我都应该好快噶啦，好啦，再见。